我们一开始我们要带您来看看哦，《东港王传记》几乎是全台瞩目的哈，明天正式登场，今年的王传，哎，我各位公真的是重金打造，哎，是，哎，重金打造要整个烧掉哦，对，不要不要啦，高级快木呢，当然当然，300年的历史哦，这个民俗哦，在2010年的时候，我们国家已经列为无形的文化资产。有人说，你伫台湾一世人一定爱一届去参加这个鸟王的平安祭。哎，我去过哎，你有去过哈？采访新闻的时候，你也是等于呐，安尼真正爱台湾呐。三年一考哈，啊，今年是9月24日哈，8天7夜，因为伫咱这个东港拢总有7个角头，白天的时候，王传要出来。百天顺秀，就是讲要来抓这瘟疫啦。百天顺秀，我代替天，我王爷出来代替天来。每一个庄落里面，咱这拉什么物件，要收收回去啊！吼，要收收回去啊！所以你会看到路上行舟，吼，这台船就拄好慧明讲的，这台船的造价是用南洋的希龙去做的，是600万，另外啊，都有90个为东港附近的木厂主动来捐献。做6个月，前3个月做船，后3个月做彩绘。这台船是仿着泉州过去明朝的官船的规格来做的，所以内底拢是缩小版的船，大项都有。所以你伫船顶内底，王爷要去到天庭过庭内底，万一那是拄着红灯啦，拄着塌车啦，拢无问题。哦，猪啦、羊啦，什么大项拢有。保证很熟悉就对了。除了咱东港以外，咱伫咱这个屏东的南州也。大天父嘛，同款伫这个时阵嘛是做一个鸭王的迄个祭奠。伫这个祭奠的过程内底，因为南州伊无靠海，所以伊的鸭王甲上王拢较南边，去到南边鸭王上王，南州无靠海。另外就是咱这琉球小琉球，小琉球咱知影即嘛是屏东上好野的所在，吼，迄一年42万的迄个游客去，你知伊啊吼？有一个伊的习惯，就是讲有官食官，有富食富，所以你去的时阵，伫迄个7天8天的日子，你食拢免钱，大家拢是流水席。虽在你食，哦，这真正气魄有够赞的。啊，若讲到咱这个鸭王吼，咱就知影，因为这鸭王的过程内底，是安怎咱这个东港，也是咱屏东所有乡亲会遐一点信，你有一挂心结。比如讲，民国83年鸭王的时阵，伫鸭王要上王船的时阵，突然间发现到一个穿红衫、穿个过去东条官服、甲穿青衫的两个影子跳起咧船顶，原来就是2000岁甲4000岁，因为咱东港是文富千岁，拢做五王，1王、2王、3王、4王、5王，就2000岁甲我迄个4000岁吼，可能临时有代志，可能是临时接到电话啦，啊是啥物代志，拄要上船的时阵，怎跳起咧船顶？哎，你口说无凭呐，有啊有啊，这拢有啊。这真正你甲放大都拢有看啊！这当初下人个翕的，尤其咱即摆手机啊有够赞的呢，手机啊10000画素啊，迄真正叫翕出来，你知道？所以大家讲哇，安尼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另外台南的大英庙嘛，同款，你烧王船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现到，你看整个千岁爷现身。除了这是献给你看以外，献给大家看，因为大部分咱伫这个东龙宫的这个鸭王甲上王的时阵吼，差不多有10万至15万参加，但是今年可能较少，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。但是因遐在地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伫遐变成一个见证。伫42年前，因遐一个姓陈的，诶，陈姓，伫16岁的时阵，突然间7月时哦，突然间拢昏昏死死。上到病院的时候，医生讲啊，你这心肌梗塞啦，心脏麻痹啦，这吼好回去啊，无救啊，嘿，回去。但是迄个时阵的习俗吼，伫外口死也袂使入葬啦，啊，所以就伫迄个公墓遐搭一个饼啊，吼，啊，怎停尸在那边？停尸在那边用人去顾嘛，吼，啊，按算讲4天了就要带啊，爱找伊啦，但是因阿嬷就是唔甘，就是去求东龙宫的千岁，啊，咱迄个王爷。伊讲吼，阿阮孙啊，这吼到底有救啊无救？阿嬷嘛是真吊阵的，啊都已经人多多少少昏昏去啊，但是规身躯软软，啊未定啦。照讲你若3点钟过就定啊嘛，拢无定的，哎，足奇怪。伊就叫王爷，王爷讲，伊讲吼，啊即马4天以后要落葬。王爷讲吼，会当都慢2天，都慢2天啦，可能伊吼一挂公文爱走。
像卫福部啦，交给迄落卫生署啦。讲到办两天，哦，真正，到第六天的时阵吼，规个棺材已经摕来，人放落了，开始连卡位间还袂封顶，还袂封顶，突然清醒。对啊，大家惊到他妈死了，结果这是看到鬼哦，啊，结果唔是，同我复活啦，啊，底下伊复活了，伊同我开始祈愿，伊要做到迄个千岁爷的耶王的时阵，做伊的马夫啦，因为咱去海边耶王过来的时阵吼，你伊本来坐船来嘛。啊你要去騎那個騎馬嘛，啊騎馬你大天順壽八天七暝的時候要有一個人跟牽馬，他做那個馬夫做36年的馬夫啦，這是真真正正在他的水底寮那裡，那所有的人都知道庄仔头拢有伫宣传，所以规个东龙宫的神迹伫遮就会当展现讲，是安怎咱遮善男信女对这個东龙宫遮人啊遮人啊的虔诚。你若去敢若看到迄个大牌匾，你就慌去啊，规个拢金的啦，有啊，东龙宫金四四啦，好啊，所以讲因遐太有钱了吼，原来就是安尼。